朋友大家安安，我今日要来唱一条曹雅文的《钢琴魂》。这条歌呢是八月份的新歌吼，八月份新歌最近新的歌。古早我有唱一条迄个《钢琴魂》，由台湾是足久足久几啊十年以前迄个音色电唱的歌吼，但是这条歌是属于新的吼，新的嘛是迄个曹雅文的家己写，啊家己写迄个 曲吼，曲是家己写啦，会带好听，所以呢最近就来学起来，其他练习。来甲大家分享吼，感恩呢，有甲我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呢，多谢恁吼一路来甲我支持呢。恁的支持呢，是我的力量吼，我的为我家己为大家啊，加唱一寡无同款的歌，放伫 YouTube 头顶吼，啊，好我 YouTube 内底内容更加丰富，更加无同款，足侪足侪足少吼，随时要去听啥物歌，来去找拢找有吼，这是我的理想，我的目标，我的理想目标一直行去吼。如果呢，还袂甲我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呢，你若感觉我的频道会另外，请拜托甲我订阅、甲我分享、甲我按赞吼。如果你若想要听啥物歌，会使甲我讲，我尽量学起来甲大家分享吼。如果你今仔若感觉这条歌无好听，紧甲我切掉，明仔载我会阁唱无同款的歌给你听吼。所以呢，今日就要来唱这条《钢琴魂》吼，《钢琴魂》。我们明仔再见。